是我的兄弟，兄弟你身体还好吗？你多年来的痔疮好吗？感谢我你抱抱拳摸摸拳，你的皮肤还是那么透亮吗？摸摸拳，你的身材还是那么好吗？你的渣还在呢。感谢我的兄弟，你的脸还好吗？你的那个痔疮还好吗？你的那个痔疮吗？还行吗？你的那个长相还好吗？还行吗？也是我的任性姐，任性姐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我特别想你，真的还好吗？听说你常上次剃了光头，你的光头还好吗？你的头不冷吗？冬天了。感谢我的陈月哥，我陈月哥你还好吗？听说你新买了一个车一个房，还没装修就钱没了，还好吗？你的房子还好吗？你的车子还好吗？还好吗？这首麦的名字，这首喊，这首说唱名字叫还好吗？感谢我的兄弟，我阿扎今年21岁，我身体强壮，我的声音也好听，我的说唱喊麦都没毛病，但是我的周星是八掌都掉了前4名，我的脸都没了，我的牌面都没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已经自保了。感谢我的兄弟姐妹，感谢我的妹，感谢我的默默姐。默默姐，你的男朋友还好吗？你的男朋友对你还好吗？ Yo Yo Check it out， 笑笑笑。默默姐，我爱你，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告诉我，我打他。我的说唱就到此为止，还有我的鸽子姐，鸽子姐你被放鸽子了，听说你被放鸽子了，还好吗？心情愉快吗？还健康吗？ Yeah。